阿嬤，他是谁啊？阿嬤，他是谁啊？阿嬤，他是我的阿公吗？哦，我阿公是。免贵，也不是强用你了，跪下。这是你爸爸特地从台北带过来的。我是陈大哥甲美玲修佛的道友啦。家婆啥物美玲，我是陈碧琼的太太。 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蔡阿姨对阿爸是真心的，同款查某人的心情，你敢袂当了解？人真的很奇怪，明明知道对自己有害的，还是会继续做。你们跟恁老爸同款，咱一世人都外口流浪啊！你刚刚给我还听阿贵话，这一生这一生，回传去亲戚那边。那你为什么要把我送去美国？我的一世人做苦做悲。 唔捌听过你甲我讲啥多谢，多谢。啊，不过你变烦的，我会够养静静的来啊。小时候学校颁奖，爸都一定会来。我就想，只要我一直得奖，爸就会记得回来。你这马仔做的代志是放手。 所以妈，你还是有爱阿公吗？我爱阿公的是阿妈，这个傻逼的，啊，嗯。